日前，香港著名歌手侧田在广州召开2013年侧田命运演唱会广州站的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上，侧田以一身蓝色的西装帅气亮相，主办方精心准备了一支金麦送给侧田，寓意着侧田在香港乐坛不可取代的位置。而侧田更在现场大方地展现了他招牌的田氏情歌。当天到场的忠实歌迷也用心地准备了一段 rap 送给侧田，让侧田惊喜不已。亲和的侧田不但和现场的歌迷互动连连，更是透露了此次演唱会的音乐才是最大的惊喜，让各方的歌迷都期待万分。今次即多唱多啲歌啦，咁啊冇咁多花衣花绿嘢啦，即真系音乐为主咯。咁啊开头本应即系，但系即我哋谂我哋会惊即系会唔会好闷咧？咁样即成个 show 都系。淨係唱歌同埋音樂咁啊，但係即係香港做完嗰個 show 之後，即係個效果都好好啊！咁我好有信心，今次即係廣州呢個 show 都會好正咯。